人的自愈能力真强，受了伤流了泪，这么快就恢复了。今天都跑到这儿来挑选下一个猎物，不过既然都已经来了，是不是应该积极一点？毕竟谁都不会傻到把钱主动摆在你面前。你凭什么以为？ 我来就是为了你那点钱。就算你愿意做猎物，而我也不屑在这里做猎人。哼，说的真漂亮。故意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，更容易达到目的，是吧？到底是比里边那些人聪明。 你也是从里面出来的人，就算是孤芳自赏，我也不是一个人。你说你早这么坦白多好，不至于在婚礼现场人财两失，沦落到今天要来到这里，被别人当成货物，任人挑选。这就是你们廉价的感情世界。 只剩下消费跟消遣，我真是替你感到悲哀。